我开着直播的，我开，你们别拉我，我开着直播的。我没拉。你拉着我，你不是直播，你关着门干什么呀？啊？你关着门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一家门我不要关门吗？关门吗？没事呀。你坐一会儿嘛，你坐一会儿啊，没坐着。把我手机给我你。关了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阿美，你那个关了，手机给我。正直的一个人，你不会，你们不要用你们那种那么小、那么小、那么小的心眼去看看人家啊、哦，去看看看我们，看人家。王飞哥，王飞哥，现在应该是在谈合作，还是在公司里面怎么的？反正你们不要去给他说就行了。这些事情，阿美人家自己有主张，对吧？不能告诉王飞哥，王飞哥知道就会阻止人家阿梅，人家阿梅有自己的思想，是不是？人家阿梅不知道人家自己该怎么做吗？我肯定不行呀，我喜欢王飞哥，我肯定不行呀。要管的，要管的。阿梅本来之前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她的幸福肯定是我要替她把关，我要帮助她的，我要帮助她的。来，但是阿梅已经来了，在路上，快到了，她应该快到了。王飞哥不喜欢阿梅，王飞哥开玩笑的。我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？对，你上来嘛，你上来。你，我上来吗？对，你上来，我就在门口。就是一直走上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走上来，我就看得到你了。对，我知道走这里。我就在楼梯这里等你。要不小小，虽然你之前给我道歉那些，但是我还是。有点那个，你先给我保证一下，只有你一个人行不行？啊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看嘛，这都没有人。都已经保证了。那你不要给杨总监打电话，你也不要给他说，因为真的我一说的话，我工作上面又很复杂了。对，不要给杨总监打电话了，阿美过来了，阿美我们两个上楼了，现在叫楼下了，叫酒店楼下了，走，阿美走，快点走吧。阿美，我们两个上来喽。好好好好好，说要给他介绍个朋友，呸，有一个朋友认识的话，他肯定碍于王飞哥的话，他就不愿意来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但是这是为了他的幸福着想吗？不能因为王飞哥他不喜欢王飞哥，那我们不能因为王飞哥耽误了人家阿梅的幸福呀，不能耽误人家阿梅的幸福呀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是为了他好啊，我是为了他好的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现在不坏了，我现在不坏，我不会欺负阿梅的，我不会欺负阿梅的，我只会做对阿梅好的事情啊。哎，好像来了。我做什么事情了？我做什么事情了？我这不是做的好事吗？你们不觉得我做的好事吗？你不要去胡说，不要去给王飞哥那边胡说哦。你们胡说了，他会把我骂死的。因为他好像还是有一点喜欢阿梅，他会把我骂死的。阿梅，你来了吗？下面吗？对。开着直播来了。嗯，好。这边。啊，这边。你家你朋友，你叫我干嘛？就是说点事情，说点事情，交个朋友嘛，人家等你好久了。什么等我好久？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什么的。
我还是不是交个朋友？我跟你说，阿梅，人家人家家里面条件很好的，然后为人也是很好，不会像拉土惹那样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不是你别拉我呀！像拉土惹，我开着直播的，我开。不是你们别拉我，我开启直播的。不是你拉着我，你不是什么？你关着门干什么呀？啊！你关着门干什么呀？不是啊，继续讲你，我不要关门吗？关门吗？没事呀。你坐一会儿嘛，你坐一会儿啊，没坐着。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这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不是，这个叫阿瑞啊，这是我朋友。你好、啊。我朋友，啊嗯，不是你，干嘛呀？这是。这是阿梅，嗯，我看过照片了吗？啊、哦，你看过她？真人更漂亮。啊、哦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觉得阿瑞说叫你过来，就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对，嗯、人家是一个小小，你先把啊、你先把这个直播先别关我直播嘛，先关一会儿，不要关，不要关，先关一会儿，先关一会儿，不是不要关，你别抢我手机，小小，哎呀，对你先关了嘛，关了，家人们，就是人家聊会儿天啊，聊会儿天，给我手机，给我你。关了，给我，阿美，你那个关了，手机给我，拜拜。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么静，那么静，连风都停。